这玩意儿呢就是声音大，我先把它弄个消音器，把这个消音给它整小一点。咋了？去给这个给你大伯送去。送给谁送去？给你大伯。哪个大伯？房东大伯吧。哦，这个房东，房东大伯是吧？房东大伯。啥玩意儿？这几条鱼啊？这几条鱼。可以啊，这是老头上午弄的鱼，你没有别的袋儿吗？是不是这我这不给你拿个袋子车上去吗？来，装上。好，送四条鱼，那我有没有的吃啊？有，我有啊。门开开呗。你这开这，我开这车去。这大门挺好啊，拉门这是，知道吗？不知道这个车能不能开他那胡同里去，我得试试。他那胡同那么窄，嗯，可窄了。那他们家那个上网那个开四轮车咋进去？他有别的道儿，我估计。但我就知道小道。哎呀，那能离多远？他不行，你们俩都走了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毛驴，风驰电掣呀！这骑着我老爸这个360度啊，全景无死角，全景天窗那个豪车呀，这是。还买啥敞篷车呢？这条路走起来最舒服了。这旁边还有一个荒废的养殖场，已经荒废掉了。这边就应该是水稻田，然后我们往前走个这个一两公里的就是这个村子了。这个房东大伯就住在这个村子里。哦，这是啥芝麻吗？节节高应该是芝麻。我总感觉你他们这个地方路这么窄啊，那你开着机动一般的车根本进不来。我去，这个地方能进来的？这个地方有难度哎！哎呦呦呦，也可以，主要咱们技术好。哎呦我去，这大伯家住的真是，是在小巷深处啊！妈，谁家炒菜这么香？哎，到了，你看到这口井就到大伯家了，这儿了。哎，嘿，直接到家，看在没在家，去给送去。大伯在家呗。哎，老爸抓的鱼，这两天抓的。哎呀呀呀呀！这老爸抓的鱼，老爸抓的鱼吗？你吃没？有，还有呢。哎呦，你这两天会去的，你这两天都没过去。坐下，不坐了，不坐了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哎，回去了，不坐了啊，晚上炖了就行了啊，哎，喝点水，不喝了，阿姨，不喝了，回去干活来啊。他就越抓他越那啥，以前抓不到啊，这两天抓到了呗，以前就抓到这么点的呗，嗯，这两天我看他抓到这么大个的呗，他天天琢磨呗，天天就研究呗，他没啥事儿，你说。哎，这回好找。上次走出道了，转了好几圈了。认到我家了吧？哎，认到了，就是从那个路进来，我上次是往右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往左走就过来了。对，左走就这个左走直接过来就是了呀。是的，我上次右走了，右走转迷糊了。哎，转迷糊了。不是，你去了就是往右，往左嘛啊。会了嘛，你往左。哎，哇，这口井真好哎。哎，哇，这个水真清啊。嗯。哎，有没有鱼啊？鱼没有。这么点残油的，没鱼怎么一个亮晶晶的？是啥呀？那是看不见，水是挺清，但是你要这个眼光。这个太阳正的啊，正照的是吧？正照的就清清楚楚的。我刚才看到一个眼睛亮了一下。嗯，这个水真好，这个地方好像不缺水啊。挖下去就是啊。这个水位是很高的。现在这个呢，我修了以后嘛，高起来了。以前还低的，以前的位置很低的。哦。我们这房子的位置很低。哦。这好多年了。完了，这个地方建房不好建，我一挖就出水了啊。哎，是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。我的一米都是嘛，里面就水好了。一米就是就一米深就有水了。啊，这地方井可是好弄了啊。嗯，多年了。啊，好多年了，这个是吧？宋代啊，宋代的，啊，宋朝的是吧？哎，哇，那是好多年了，这个井了，古井了呗。古井了，先有这个井，再有后呢有房。啊，先有这个井，后来才有这边的房。那肯定的啊，宋朝的是吧？你看啊，这个井呢本来是好的，圆好的。啊，圆的都是。
那就走到前面，我们跟那个地方，日本鬼子打了个炸，下了个炸弹。哦，你看他这个的把这炸弹炸掉的。啊，炸弹就崩过来了，它崩崩过来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哦。这个都炸弹炸掉的。哦，来看看。本来是这光的，电光的。哦，原来都是光滑的，是吧？嗯。哎，看看宋朝的一口古井啊，都记录了那个日军呢，啊，日军的暴行啊。不走了，不啊，好，拜拜。这小胡同是真小啊。所以说，走在这种农村的村道上啊，小路上啊，神清气爽啊。这个应该就是浴桶啊，这是北方没有，南方才有的浴桶。哇去，这路不好走啊，就是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又到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了，有人游泳，我去，那哥们是不是裸泳啊，我也应该去游去，今天暖和，正好去游泳，没过来藏水里了，这哥们是不是在裸泳啊，这路也太难走了，有山有水有河流啊，好了，一会儿来游泳，先把车开回去，换个泳衣过来。哎呀，别说啊，老头儿的车动力可以吗？都越野了，啊，比轿车都强啊。走了，老老司机，我回来了。哎呦呦，这路也忒不好走了。车放哪儿了，师傅？开库房去啊。哦，摘咋样了？速度啊，你看我这送条鱼，你都摘完了。这一条鱼晚上咱吃的呗，我来炖啊。炖你一顿吧。哎呦，蒸一顿吧，够不够那些？够了，这个、大鱼还不够吗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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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我这几条就，我用我这个锅炖，土灶炖大鱼，好吧？